但是电脑这物件吼，佮比这佮较无共款啦。因为电脑这物件，你若是有网络的时阵，你主只要啦吼，你这电脑连去你网络顶头以后，你要去遐打拢会使。啊，你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包括文字的、影像的，啥物物件拢有。哦，啊，所以讲，咱若是若学会晓讲，安怎去操作这只电脑？而且即摆电脑这个操作啊，愈来愈简单啊。我都有讲过啊。若是讲会晓学会晓这操作电脑的这基本的常识的时阵，咱就用的足简单去找到咱要滴的物件。所以讲哦，即摆耍电脑的人，唔那是囡仔哦，囡仔拢伫耍电，吼，伫耍电脑游戏。啊嘛，网络游戏哦，伊毋是讲家己在电脑在咧耍哦，伊是透过网络甲外口的朋友吼，啊，在即网络世界内底，在咧厮杀哦，一寡像遮迄个动作的游戏拢是安尼。啊，咱一般像咱若是讲咱咧使用的时阵吼，甲囡仔可能较无同款，咱主要咱要看一寡资料，哦，啊，有啥物资料通咧看咧？我拄啊一开始的时阵。我有先加入去一个网站吼，迄个是台湾海外网吼。啊，迄个网站顶头，我拄好有做一个转播，就是日本的 TBS 的电视台的实况。迄咱拄好看到，迄是日本即摆当地搬的呀。就敢那咱即只荧幕就是伫日本就对啦。日本的电视开开就是迄个款吼。啊，因为这日本这地震吼，较厉害吼，啊，所以讲，真侪电视台啦吼，因本来吼，在网络顶头拢有一个叫做网络电视，吼，网络电视变，即阵啊变，大家吼，拢本来袂晓看的吼，啊，拢为着要看这，啊，拢落去学一下吼，啊，其实也免啥学啦，迄差不多一分钟就会晓啊，啊，等下我甲大家讲吼，大家嘛同款用的。足短的时间，就用来了解安怎使用。啊，像利用这个物件，咱虽然讲咱伫台湾，甚至伫美国，同款用来去看到，足远吼，啊，唔是咱家己国家的电视哦，啊，所以讲，这个电脑这个网络，本质地球缩小啊变足细哦，美国虽然讲伫咱地球另外一边，但是敢若伫咱隔壁。啊，像咱即摆伫上课即个实况哦，我本来我今仔有要准备吼，就是买个做实况传播，因为咱美国有足多朋友吼，啊嘛伫关心讲，啊即摆上课上啊啥物快哦，啊所以讲有当时啊，我有伫做即、這个电脑吼，会介绍的时阵哦，我嘛会做即个实况传播。啊，讲到即个实况传播吼，可能啊，大家有一个印象啊。要做实况传播，就一定要出一只 SNG 的车。咱林博士哦，上了解哦，迄阵伊从 Home TV 的时阵，一只车几亿的呢。啊，所以讲要做实况传播吼，有一个最低消费啦，爱一只 SNG 啦，爱搁一挂设备，啊，搁做卫星的线路，要做一场起来，像以前咱伫看扫办公一场起来，拢爱开几啊百万。但是即卖做实况传播，爱开偌侪钱呢？没有直接成本，因为网络拢是用套海的吼，咱一个月交几百块，哎，差不多成千块安尼吼，用套海。啊，有电脑，啊有一个镜头，就用来做实况传播啊。甚至吼，像我即摆今仔日吼，我无用到遮网络资源的，我只有一个白机吼，即就是最原始吼，我的三 G 吼，三 G third generation。即卖着手机迄三 G 迄个数据机，所以讲我无用着遮个网路，我直接用即个网无线吼，啊接迄个无线的信号，啊用个上网。所以讲有当时啊，我因若是伫外口吼，咱若有啥物活动，嘛赶快是安尼用即个设备，哦，就是用即个三 G 的数据机，还佫电脑，还佫一个镜头，镜头。真侪电脑拢已经有一个镜头伫顶头啊！啊，若要较好诶，咱能够接一个传统诶，像即个点样机，即个接镜头嘛会使，用来做实况传播安尼哦。即个那以前讲要做即个实况传播，即个成本啊吼，啊个工程浩大，
但是即卖来讲哦，足简单诶，要做时空转换，安尼就解决啦。啊，搁另外一款吼，就是讲，即卖手机啊，真侪拢有即个多媒体功能，啊，嘛有即个3G 啊 WiFi 吼，即方面诶网络诶连线功能，甚至即卖一只手机就用来做时空转换，哦，因为电脑镜头啊，较新诶吼，即款手机啊，都拢有即个功能啊。啊，今仔日吼，咱主要要甲大家介绍的吼，要分享我的经验，就讲电脑，咱变啊去在咱的日常生活啦吼，变啊去用这个主管，吼，啊，过来就是讲，咱会晓用这个主管以后，咱嘛希望讲咱的物件用个吼分享给大家，譬如讲，咱常常你行过头，啊是讲咱有一挂活动，吼，啊这个活动。咱希望，经过即个网络，互较侪人知影的，哦，啊，咱嘛用个安怎去利用即个电脑，哦，即个主管安怎去，用内底一寡较简单的软体，就用个做出遮个代志。啊，去做遮个代志，以前呐，以前咱若讲媒体，哦，咱真歹去控制，吼，包括是平面媒体啦，吼，还是一寡电子媒体，遮以前吼。若是要使用这媒体吼，成本很高。比如讲，你要带报纸，你要订些物件，费用足高的吼。吼，你若头版的啦，吼，甚至底版拢足高。啊，过来就讲，人无一定爱甲咱订的吼。比如讲，咱的旗帜鲜明啦，吼，报社是无一定会甲咱订，包括电视台嘛，无一定会甲咱放咱的资料，放咱的资料。但是咱透过咱家己来。做这个传播、哦、因为现在媒体已经来到电脑这个网际网络这个媒体已经是第三媒体了、哦、所以不是说别人能控制咱变成去控制、哦啊、咱用的不管是问咱的一些讯息、哦、用的透过网络把它发布出去、哦啊、这个来说咱如果要运用这个东西、哦、咱就赢人足多在一般来讲哦，在台湾吼，咱本土派吼，一寡社团也好，或一寡人士吼，运用这个网络、电脑网络，有比吼因统派较强。啊，所以讲，这几年来吼，咱发现，咱的成长，本土派的成长吼，也足好的。啊，最主要就是讲，咱用的动用这个资源吼，咱并无用着足多钱吼，无用着足多资金，这门槛足低哦。任何一个人，除非你有电脑，你就能做这个事情哦。啊，包括啥呢？就是讲，咱用个在一寡网站吼，用个做咱的物件啦吼，用个带顶头啊公布啦吼，啊是带顶头。做一寡论述吼，会讨论，迄拢会使。啊，佮即卖吼，嘛真侪即个咱讲叫做 Plug 吼 ，Plug 啊，加 Facebook 脸书，这差不多吼。即卖若是你看，不管是商业还是政治吼，一寡在从业人员吼，还是政治家吼，啊，在拢家己拢有即、這个。脸书还是讲有这个普浪吼，这个物件，啊，这个物件是啥物件呢吼？可能吼，大家若是毋捌用过，会感觉这足陌生的名词，吼。但是，我拄仔讲这两款，这两款是较侪人在用，这两款的伊的威力有够大。比如讲，咱有一件代志吼，还是讲有一个理念的物件，咱要传播出去，咱利用这两个吼，咱个人的用个讲。个人的公布人好了吼，也是讲一个发布的管道，利用这个物件吼，咱用个用足短时间啊做足有效率吼的发布吼，所以讲我较等下我咪甲大家讲这个有关这个普浪吼，普浪啊加 Facebook 吼、脸书吼，这两个物件到底啥物件？啊，即卖在网络顶头咱用看了。多少东西吼，这部分希望讲今仔日吼，咱来遮分享我的一寡经验以后，大家用个去利用这个
第三媒体吼，啊来看对咱吼诶诶一寡理念啦吼诶宣扬吼，吼帮助。啊，过来就是讲咱在网络顶头看到诶吼，有当时啊以前啦吼，拢看拢文字啦吼，啊加像图片啦、照片这方面诶物件，但是即卖因为进入这个多媒体的时代吼，一般诶，咱的阅读者吼，种较需要的啥物件呢？好影片，会点动的就对啦吼。啊，会点动的这物件，要做一个影片来讲，那对一般的人，还是讲以前啦吼，要做一个影片，迄是足大足大的工程。第二吼，那是讲用传统的方式要做一个影片，迄代志大条啊啦吼，你干那你还设备都歹算啊吼，剪接伊个设备种伊个门槛足悬个，拢几百万以上吼才做起来，然后电视台一级个。但是即卖变啊，即卖咱叫做用即个非线性剪接吼，非线性剪辑就是用电脑来处理吼，处理遮物件吼，影片个时阵伊个。在设备的费用吼，已经压到偌低安尼。电脑咱厝内已经有的时阵，甚至连软体也无一定爱买，因为软体嘛有编辑的软体通爱用。吼，啊，若是讲要较专业，嘛爱用一寡较专业的软体。啊，遐软体讲起来吼，甲以前比起来，迄时代是足俗啊。吼，拢差不多，像以电视台来讲吼。一个作业单位吼，要做一个这个影片吼，诶成本吼，诶设备成本会超过30万，会超过30万。啊，已经啥物物件差不多拢有啊。啊，那以前吼，你干那这个工作站啊，这个作业单位吼，要开钱吼，5倍以上，吼上起码我拄啊讲超过800万以上。啊，这个门槛降低的结果就是讲，每一个人拢用做抖音，每一个人拢用做影片。啊，做影片有啥物好处呢？就是讲，譬如讲，咱有当时啊，若去行街头啦，吼，啊有啥物看啥物件吼，咱每一个人拢会把记录起来，用手机也好，用相机也好，即卖相机用的会影片嘛，吼。啊，自家物件吼，咱用的经过咱的后。遐个制作吼，啊，甲做一个影片出来，啊，用个家己吼，用家己个管道落去发布出去，吼，啊，即个方法吼，我拄仔讲过吼，即卖已经是真简单啊，啊，到底有偌简单嘞吼？较等下吼，我用个示范落大家看，啊，大家若有兴趣吼，咱楼骹吼接侪电脑个，用个试看卖哦，所以讲，有关遮个咱要做遮个工课吼，已经有真侪人伫做，啊，因有一个名称呐，吼，叫做啥呢？公民记者，吼，公民记者，可能我真侪人有听过这个名字，就讲每一个人拢是记者，吼，每一个人拢用来去记录一寡代志，啊，咱记录个物件吼，用家己收集起来，收集咧呾呢，放咧咱个。网络顶头，啊，有人想讲，哎、欸、呀，那个网络边我藏呢，吼、哦，啊，至少嘛，爱有一个所在互咱藏，啊，敢有遐好康的代志吼，诶、哦，遮简单，而且讲不一定爱赚到钱，开始有，吼、哦，诶、欸，可能大家嘛有用过电脑，拢知影一个网站叫做 YouTube， 哈、哦、，YouTube，Y O U T U B E， 吼、哦，啊。这个网站就是安尼，伊就是编辑提供你足侪空间，吼、哦，互你放影片，啊、哦，影片的部分哦，哦，啊，这个部分，诶、那在以前吼，咱甲想起来是不甲可能啊，因为要放一个影片的，爱用的空间足大嘞，无像讲放一个文章，放一张照片，但是即卖拢实现，而且咱这个网站哦，足侪拢有哦 ，Google 嘛有，哦，啊，另外就是讲。雅虎嘛有，啊，甚至咱台湾的海内，咱一间叫做大陆电讯的吼，以前叫中华电讯，啊，卖包括用讲中国嘛吼，啊，叫大陆，哦，啊，像这拢有哦，
即个 ISP 吼，即个咧网络服务公司，因拢有提供足侪即个诶资源互咱用吼，啊，所以讲我嘛要甲大家讲，诶，有啥物免费嘅资源通啊用？吼，诶，算电脑吼，毋是贵族啦吼，应该讲你有只电脑，啊，出咧吼，拢免钱，足侪吼，啊，好，啊，咱即摆就开始吼，我即摆先来讲即个网络吼。电脑这个网络吼，讲起来这个也威力吼有够大嘞吼。之前咱知道一个杰斯敏的这个茉莉花吼，茉莉花革命，这是突尼西亚国花嘛吼。啊，突尼西亚当然伊甲这个电脑网络是无关系啦，但是吼，即摆咱开始会发现一件代志，中国之前吼，比如这个茉莉花，这个革命吼。诶，不过安尼草木皆兵，现在因会较惊呢，因为中国吼有即马伊个网民呐，就是有伫耍电脑个人，会耍即网络个人有偌侪呢？4亿5000万，也是人吼。迄4亿5000万，当然啦，恁也无一定是用即个电脑啦吼，用手机啊。我有一只山寨机吼，中国个山寨机。即个因山寨机安怎做呢？当然迄嘛是名厂落去 copy， 比如诺基亚落去 copy。爱 copy 内底伊个软体，内底软体伊个改写啥呢？内底差不多像一挂音乐啦、影片啦，哦，即个网站弄个纳到里头，哦，爱有收费，假设你去个下载一个物件爱钱，啊，迄拢啥物件呢？拢是。用网络的物件，直接就用手机啊上网，啊甚至就讲，伊都用个连个国际网络的任何一个网站，啊这意思来讲，你若迄个手机啊，你不一定有电脑哦，你有迄手机啊，你要传送任何信息，唔是简讯尔哦，是一个影片，是一个文章，是个照片，拢用个传送。啊，当初迄个茉莉花，因。要在中国要满地开花的时阵，因就用这啊，一开始用这個，所以中国是惊到要死，啊，这没办法斗。那以前的媒体吼，你要甲封锁，足简单的，那是用透过网络来被封锁，有可能，但是足难。主要来讲，咱惊食物件，食了巴肚会歹，拢卖食物件，拢卖要食物件，哎，无可能啊。但是只要没有人讲物件，都可能物件就上到位，他就利用这个优势吼，啊，所以讲，这个网络咱知影，网络足厉害，你若不管安怎封锁吼，拢有办法去甲突围，啊，像华龙功在中国，伊嘛想办法吼要突围，在中国人要做相关华龙功，还是讲六四的吼，这些资料。即民主运动啦，还是讲可能讲即资料，中国政府伊嘛拢甲封锁，但是安怎封嘛无法度，大家嘛是有办法，另外去做一个叫做无界哦，即嘛有其他个其他办法，无界的没有有无的无界就是边界的界，意思讲吼，你若在中国内底，一般像咱若去中国旅行，咱要。在中国，要去连去外口的一个网站，有可能会去用封锁。但是利用这个技术吼，你无直接去，你用透过另外一个管道出去。啊，这个管道是活动的，伊永远封袂住的物件。所以讲哦，哪条路拢通会出去。啊，伊有法度甲咱封，咱嘛有法度甲整出去就对。啊，网络就是遮密啦，所以讲。网络就跟他水啦，跟他水沟安尼，无所不通啦。哦，你这条未通，那条咪通。哦，所以讲，咱拄下咧讲这个网络吼，会遮厉害。啊，咱即卖开始要来看吼，我先来来大家讲，目前啦吼，咱若是讲上简单的方式，要用一只电脑来。进入这个网络世界的时阵，吼，咱爱安怎入去，吼，爱有啥物设备，
哦，咱厝诶只要能上网，用诶上网诶时阵，咱就用诶入来即个网络世界。啊，我即卖来操作电脑吼。首先吼，咱来看诶，我问即、這个，我问即个浏览器吼，即、這个上网的一个界面吼，我可能我先来先来做一个民调一下吼，有用过电脑的请举手。哦，安尼差不多，安尼无问题啦吼。有人小我拄着吼，安尼下骹的听众吼啊，差不多。差不多三分之二拢唔爱用过电脑的，最近我有咧开班啦吼，啊嘛拄着咧，但是伊嘛做来无咧吼，啊拄着这情形吼，其实哦电脑卖甲想啊艰深啦，你甲当作教伊安怎用影片，用这个心情来甲教哦，足简单的，而且伊接受嘛足紧的。我即摆先来介绍一件物件吼，咱拄好看到这个我来。台湾海外版哦，海外版是台湾海外版是迄、那个咱在海外吼，叫做海外较侪海外的一挂咱台湾的乡亲啦吼，因得到台湾消息的一、這个两家用的网站吼，啊，这個、网站是我的管理吼，啊是。纽约的一个咱的以前是美东的主委吼，蔡英文啊，蔡英文啊，伊出资金吼，啊来建立的吼，啊，这是我的管理吼。啊，顶头因为顶头吼，咱的义工啊足多吼，因为这件代志，咱拄仔伫做这网站的时阵吼，我嘛走全美国吼，啊，全美国去踅一遍，啊去。训练足侪人诶，足侪义工，啊因咧来做影片，吼、哦，就敢若今仔咱来遮，来遮听即、這个我咧解说遮物件同款吼，啊咱在做配服师吼，迄阵阮着三个人吼，阮着驶一台车，规美国啊踅一个人，驶超两万公里，吼、哦，啊为着着是讲，比如我较侪人吼，会用去用着即个网络诶资源，吼、哦，啊会晓去安怎去使用，啊迄阵是。2005年嘛，吼、哦，2005年，迄阵甲即摆阁差足多哦。迄阵网络的环境无即摆遮好，吼、哦，以前即、這个频宽啥物拢较无够，吼、哦。啊，咱即摆先来看下，在即个网站吼、哦，我才有看到头条啦，吼、哦。这就是日本政府的地震吼、哦，啊，咱大顶头吼、哦，我有甲放一个，就是讲，阮日本的 TBS 吼、哦、，TBS 即个电视台。伊个播出的画面吼、哦，直接在顶头做迄个立即做实况吼、哦，立即的迄个传播就对吼、哦。啊，通常啦，像即个物件是当然啦，你要用传播物件，可能有版权的问题。但是即个物件吼，伊放个 YouTube， 放个即个 Ustream 即个物件吼，啊，一般伊拢是把当作 CC 啦，就是讲你用个去甲。再度传播，但是你莫去遐改，吼、哦，伊就要让搁较侪人用个去看到这物件，啊，伊才问这个伊个画面吼，要、哦、甲送出去，吼、哦，送去外口，大家看。啊，这个咱来看一下吼、哦。我甲你讲好啊。所以讲，咱即摆像即个看到的，就是讲目前的节目。这声音我稍开，嘿，好，那边我开。Come on， 知りません。続いて交通情報です。啊，咱即摆看到遮吼，像这个画面，TBS 会用着钱无？伊要送这些遮物件，又用着钱无？是无的哦，伊是用这个啥物？就是这个 Ustream 吼，这间公司，这间迄个网络服务公司吼，伊提供的一个界面，就是讲你用个分你个影像，上个一个网站内底，啊，你甲申请一个账号，
福島空港を結ぶ路線で14便の臨時便を予定しています。また国土交通省は労働者と呼ばれる滑走路を清掃するための車を羽田空港から成田空港に停止し、早期の復旧を目指すことにしました。続いて鉄道です。例えば、東北、山形、秋田、山形、新幹線は、今日も終日、運行を見合わせる予定で、運行を見合わせる予定で、運行には、朝の10時からさらなる時間がかかる見通しです。また、首都圏の在来線から運転を再開していませんが、再開していません。首都圏の小出仙台間や、三ヶ島線、三戸島など、茨城県内を走る路線を中心に、咱当顶头去看到吼，伊个频道吼，无像咱电视讲安尼无几台，伊个频道是算几百万台对无？啊，咱用住即个遮侪台内底，咱安怎去问咱个台互知影呢？咱就用个用咱即个台吼，放个别个网站，譬如讲我即、這个像即个台吼。我甲放咧海外网，海外网一天差不多五万至十万的人去看，啊，所以讲很快吼，足紧伊就咧问这信息用咧注意。譬如讲，我拄好入来海外网遮吼，即我是，即我是迄天第二天啦吼，发生即个地震的第二天放伫咧，啊，到即马已经有三千几人入来看。所以讲，这速度虽然讲三几个还不算多了，但是以一个这个咱足简单的媒体来讲，三千几个嘛，惊人呢吼，一天增加到千外人，千外人，啊，无特别去宣传哦，无特别去宣传，啊，若特别宣传，就不一定是安尼啊，咱可能会用搁搭一把媒体，啊，像咱即摆看到这个影像吼，这个是。电视的画面，咱买个接来，比如讲咱的现场，买晒吼啊，比如讲，我咱来看一个叫做杨基全中心啦，吼、哦，这个、可能有的朋友捌去过吼，这个、是一个嘛咱不多牌的一个网站吼，顶头吼，遮、哦、都有一个，这个、实况转播，这嘛同款，甲拄啊，迄个画面要同啊要同吼，啊，目前是无节目，所以讲。放一挂 style 给大家看，幻灯片吼，给大家看。啊，这就是一个一个应用吼，即、哦這个咱利用遮个资源吼，免费资源用来去做遮个代志。啊、哦，这是做影音的传送。啊，当然你嘛要做声音嘛会使啊。哦，像咱的海洋之声迄边吼，嘛、哦、是用即个界面来用。啊，包括像李小和平啊吼，李小和平这边，同款嘛有这个界面伫。啊，这个就是啊，吼、哦。所以讲，咱即马那是像来个遮吼，咱来。这个就是吼，李小明即摆失控，我问这个叫不叫？哦，这个就是即摆当地播出的节目，啊，那声音怎样？哦，无影响。啊，咱用个利用吼，遮个资源啦吼，包括来讲像这个，还是其他啦。其他个一挂资源拢用个用，吼、哦，用个做这个多媒体的传送。啊，咱即摆过来看一个物件吼，我拄仔讲到这个土壤啊加脸书吼，土壤啊加Facebook， 啊这物件咱知影吼，即摆真侪人有个人的网站吼、哦，叫做部落格啦吼，但、哦、部落格来讲吼。哦把脸书啊，甲这一个土壤是无甲同款的所在，无甲同款的物件。啊，部落格就是讲，咱用咧问咱一寡物件，做咱家己的个人的一寡资料啦吼。咱要秀别人看物件，做有系统吼、哦、的一个整理。啊，
用一个网站的形态吼呈现哦，别人看。但是咱即摆要看的吼，有一个物件比这个部落格较简单，哦，啊根本都免设计，哦，啊你个清洁账号就能用，啊这个账号吼清洁以后，你就带网络顶头，就敢那有一个公布栏就对了。哦，公布栏是讲做啊足复杂的内底吼有做啊啥物物件拢有。啊，其实伊是干那一个物件尔，伊就去互你公布代志。啊，比如讲，我即摆入来即个土壤吼，这是我的土壤吼。啊，我的土壤，咱即摆看到的顶头即个，即个就是我顶头我公布的物件。啊，下骹这个位就是我要控制吼，控制我这个网站的迄个画面对啦吼。啊，这个所在来讲，我即摆要公布啥物件，我顶头甲拍，吼，啊，就来公布出去。啊，顶头咱看这个位吼，这啥物件呢？这是时间轴，快点刷，顶头得有时间。比如讲，我当时发布这项消息。啊，发布出去以后，人就会回应，哦，就会回应，有几人回应，拢看得到，哦，有五篇回应出来。啊，这个来讲吼，咱若是讲，咱的普浪，每一个人都差不多，若是有普浪的时候，伊就会去邀请一挂人，哦，来做你的朋友，哦，啊，下骹遮就是你所有的朋友，哦，比如讲我遮有拢总有200几个，哦。啊，这些朋友打来的呢，吼、哦，咱用个用搜寻的方式，吼、哦，不一定讲咱捌伊啦，吼、哦。但是，比如讲，我要找到，比如讲找到，内底有，咱内底有足多人有呢，吼、哦。我知影像，软石跟咱补吼，何乐言跟咱有会款，块地位跟咱有，吼、哦。啊，咱用个挂顶头，用个去甲加入，啊，加入以后，你打的讯息吼，伊、哦、马上用。只要他上来，我爱就看到。好，比如讲，你要发布啥代志？比如讲，我要发布一件代志，我进前吼，像这个第一档拄啊开始的时阵吼，我才有甲发布一个，呀，发布啥呢？你讲，我才有做一个实况转播，哦，啊，直接就下顶头，啊，这点就直接就来实况转播的画面，所以讲很容易吼，大家很容易入来只看到以后。两个都去跳一另外一个所在去看，啊，这个公布人每一个人拢看得到。我打一顶头以后，虽然不是我的评论，嘛，但可看得到。啊是警察，我也可以在打顶头去回应。啊，伊嘛应该可以转贴。啊，所以讲安尼弹的时候会足紧。所以我遐点落嘛是同款来个遮。好，啊，这就是这个普浪，普浪就讲变作一个公布人。咱过来看，即、這个 Facebook 吼、哦，跟脸书，脸书甲普浪都无甲共款。脸书是啥物件呢？看起来较复杂吼、哦，啊，伊毋是干那公布人的功能尔，伊阁用咧问你所有朋友吼、哦，你加入以后，所有朋友用甲集合在一起，朋友的动向吼、哦，朋友的动向拢用咧大家显示出来。比如讲，有发布什么文章啦、啊，还是有什么代志要知影，咱大中啊一家吼，拢会列出来。比如讲，叫咱来找一个，哦，比如讲叫一个，啊，这李建昌这东西，我喜欢啦。哦，再有一个林一峰啦吼，一峰可能大家，哎呀，一峰伊这边吼，这边这个，吼这边伊，这边吼，地震吼，地震的时阵又组织一个叫做关心日本的一个社群，啊，伊在顶头会发布，啊，就邀请人去参加啦吼，啊，看变啊去帮助。
毋是物质方面的啦，比如讲，就是讲，在一寡生源啦吼，文章也好，还是讲帮助讲，阮这個消息吼，较多人知影吼，还有去做这代志，啊，像这咱大顶头吼，看到的吼，毋是干那咱家己物件，就是讲，你所有有甲你收入做朋友的物件，拢大顶头，啊，这等于讲，就咱家己的一个毋是公布人啦，变咱家己的一个员工刊物啦，吼、哦，报纸吼，即个物件。教育厅，嘿，教育厅嘿，卖会使呢。伊这嘛有一个功能，就讲你用个来聊天室，了解聊天室，用个内底去及时看你的朋友领导叫出来讲话，也拢会使。啊，即、這个部分吼、哦，就是讲已经跳脱即、這个。咱叫做公布人的这个形态吼，已经不是啊，已经是差不多一个刊物吼，因为讲一个，会讲个人的报纸嘛，应该来讲啦吼，因为伊所有物件拢挂顶头，咪讲今仔过啊都无，拢一直累积挂顶头，不能翻页去落去看。啊，所以讲利用这物件嘛是足好的一个传播你的讯息，啊，传播你的物件的一个管道。哦，迄就是咱拄仔讲的即、這个Facebook 脸书吼、哦，啊这边清这吼农民机，我拄仔讲的啊，即嘛从拄仔即个Ustream 吼、哦，做即个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甲即种编辑的，哦，啊即个资源呢吼，一般咱啊唔知影人吼，然后无必要用起来是足拍算的吼。哦已经有网路啊吼，咱都爱去尽量去用这物件。啊，过来，咱即摆目前吼，有用 email 的人，请研究一下，我小了解一下。我安尼已经算真好啊，要超过一半吼。啊，用 email 吼，有当时啊，咱用 email 效效果当然是袂歹啦吼，因为你发出去以后，人有时间再去看吼，啊。伊爱去检查信箱答复，啊，咱发 email 的时阵，有当时啊，咱的对象吼，就不一定讲像这遮侪，哦，像这 Facebook 还是讲普朗，伊的对象吼，唔是讲像这遮侪，局限在讲咱发到啥物人，啥人啥物，哦，啊，咱即马阮遮发出去的时阵都无共款啊，所以讲伊的传播的层面是无共款，啊，所以讲。现在已经有利用 email 的人吼，会用个尝试后边用普浪，还是用这个Facebook 吼，来做你的另外一个传播你的物件的一个工具吼。啊，变作申请呢吼，在家可能我都这方面我卖讲伤多吼，因为这等于你若是讲会晓用 email 把申请过人，拢会晓去申请吼啊。咱若是讲像即个 Facebook 伊个网站，伊就叫做 Facebook.com， 吼、哦、Facebook.com， 你伊就用个去申请啦。啊，目前即是因为我有申请，而且伊有记住个功能吼、哦，记住你个个人资讯个功能，所以讲礼拜就礼拜我家己个所在。吼、哦，啊，咱若是讲个人，若是讲有去申请即个物件，礼拜赶快是礼拜家己个。这个Facebook 的所的迄个网页顶头，啊，这个物件吼，一般咱应该当作这是咱的，当作这是咱的迄、那个桌面对了吼，在网际网络上的一个桌面，啊，咱嘛应该设定讲，咱一开开以后，直接就是在这个网页，吼、哦，这个网页，当作就跟咱开完电脑以后吼，咱的桌面档案。好，啊，咱即摆告一段落吼，咱即摆来讲一寡即个其他的网络资源。拄仔我有从即个 Google， 毋是 Google， 即个 Google Earth 哦 ，Google 的地球，啊，甲 Google 的地图哦，这物件吼嘛是一个袂歹的资源哦。我即摆甲用来即、這个Google 哦。
速度较慢。现在而且终结 ROC， 啊，另外一个叫做Supporter of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明白？这三个网站哦，这名非常吸引人哦。他等下再请伊来介绍一下，我就要连线，因为都要断线哦。这哦，这中华电信爱检讨，断起库来断线。啊，咱今仔个礼拜哦。咱即马来看即个 Google 哦，咱一般若是有用电脑的人拢知影，差不多拢知影 Google 即个网站。啊 ，Google， 即个公司吼，咱以前感觉吼，伊无讲偌大，但是伊佮即马来吼，已经差不多超级巨人啊，包括迄个 YouTube 拢叫起，吼，啊，渐渐啊。伊甲咧，咱咧排除伊啊，用国家咧对抗的时阵吼，咱嘛有鼓掌吼。但是到尾啊吼，伊嘛失手咧，伊感觉中国迄个市场伊变去放弃啊，所以讲伊嘛是个耳仔风会个转去吼。啊，但是有迄勇气，咱嘛足甲敬佩的吼。所以讲，甲其他网站来讲吼，咱对 Google 情有独钟啊，感觉至少依靠不起淡薄啊吼。啊，伊提供的物件嘛足多吼。啊，有一个物件吼，可能大家嘛捌用过，叫做 Google 地图，吼 ，Google 地图。啊，这 Google 这地图吼，捌用过的人请举手。哦，啊嘛未少嘞吼。一般咱伫用 Google 地图拢去做啥？拢找主机啦。比如讲我要去倒位吼，唔知影，啊我主机甲拍落去，直接主机甲拍一只，伊直接甲带到门口去，带到门口去。啊，当然也有其他的功能，可能其他可能有的人不一定知影哦。比如有街道的迄个检视的功能，比如讲，咱即摆要去某一个所在，主机拍以后，看到毋是地图，用咧看到人的店面，用看人的店面，包括进前有一足注意的代志，有一个交通警察啊，伫公馆迄个路桥顶头，拄啊伫共翕相，翕交通违规吼。啊，拄好因的车行过甲翕片，啊翕片吼，我即 Google 的地图顶头就看到啊，点落去，啊一个警察徛在顶头翕相，啊真的丢脸丢到国外，全世界人看到，讲咱台湾警察奈安尼吼，拢天不怕地不怕，啊不怕死吼，啊足敬业就对啦，为着趁钱啊在顶头，啊唔惊，因为迄是迄个高架道路吼，顶头啊无通啊，足安全的，可以徛喺顶头，啊，伊在顶头，在你执勤任务的吼，啊，这嘛足注意的代志。以前我也去电视台报道这个代志，吼，啊，咱用来看下子。譬如讲 ，Google 地图吼，我来介绍这個功能。譬如咱看台北市吼，这是地图的部分啦。咱找一个咱较熟悉的所在，迄个叫做区公所，即嘛叫区公所，台湾区公所。伊家己讲的啊，伊讲要做区长。好，安尼分享看吼。比如讲，遮吼有一个叫做黄色小人的这个功能的吼，这有较慢一点。好，
咱连阮这两个拖落，拖落你要去的所在，甲放落去吼，就要看落伊街道。网络的速度吼，无讲话紧的，所以讲，拄到这有图片的物件吼，会较慢。等下你要继续补的吼，都。啊，无咱即个咱就先卖看吼，就是有这网络速度慢吼，拄着图片就正慢。下地，啊，那也要利用这个Google 这个功能的时阵吼 ，Google 地图这个功能的时阵，甚至用到伊个 Google 地球这个功能的时阵，咱会用去知影吼，比如讲伊个迄个地理的关系位置吼，距离啦吼，啊个伊个位置吼，关系位置拢会用知影。比如讲，这是伊那国岛，咱卖用 Google 地图好，我有这个叫做地球的速度的环境，因为这个是用咱家己的资源吼，来予大家看一个物件吼。啊，最主要要大家看这个物件，就讲虽然是免费的资源，但是咱能看到足侪物件。哦，啊，这物件，但是讲，要用钱买吼，哇，迄歹算啦。哦，那以前是无可能互咱看到的。啊，这虽然这是一个，这唔是商业的物件哦，这是已经是免钱的物件吼。啊，伊就能互咱遮侪资料，哦。因为遮看到这个土公所吼，这土公所这就是。台达格兰到一间古董所了吼，叫我们插一个图钉笔的吼，哦，啊，这是云南国道，这位，哦，在云南国道，啊，我即马用卫星的方式你甲看，所以讲，你看足清楚，包括这个跑道，
哦，即个云南古老即个跑道，哦啊，咱两个大家甲放一个回纹针，就甲记录起来。好，咱就知影讲，嘛会晓知影讲，伊离咱台湾外远啊，哦，比如伊然伫遮，哦。即南洋平原嘛，吼、哦，再讲啊，差一个回纹针。吼、哦，啊，咱用个，安尼直接用个测量哦，吼、哦，用个测量，问遮，啊，遮话。几公里？一百二十一公里，哦，一百二十八公里。啊，用去利用遮个伊个功能啦，吼、哦。诶，当然咱看到个，唔呐遮个底个足基本个功能。啊，内底还佫有足侪吼，像咱拄仔伫看即个物件吼，速度足慢。在遮吼、哦，你来讲，家己要去装即个物件，这嘛免钱个。装了以后，咱用个用足紧个速度，用个做诶，即个伊个浏览吼，地图个浏览。啊，拄啊，咱看到即个物件嘛是同款的吼，同款用个较揪来，啊，即个揪来来看街景。用个直接看街景，用个去用个去看一个咱较熟悉的所在，然后包括为人大部分拢是第一个看出来就咱家己的厝，咱家己门口用个去巡一下吼，用个利用这个功能，用个拢会看足侪物件。啊，咱知影吼，像遮个物件，咱看到是免钱的，嘛是算一个商业物件啦吼。啊，分数的就无同款的，哦，因看到物件搁较精密，搁较精密。咱一般像这看的拢差不多看到一米吼，啊解析度一米一公尺，啊若分数的吼，用个看到啥，用看一个高尔夫球顶头为主，所以讲美国的因即摆科技吼也足厉害，啊虽然用免钱的，但是咱已经用个看了足多，啊用个可见啊，在这个分数的用途顶头啊。伊做个到位吼，这是一件足恐怖个代志。好，啊，咱即摆吼，即看完以后吼，咱来看一个物件。我拄好有从即、這个咱平民政府个网站吼，咱先来看一下。即、這个可能吼，咱逐工爱去小弟也顺一下，因为正侪代志吼会带顶头会做工。啊，咱即网站目前吼是放喺一个即卖是爱情啊，以前是免钱的空间哦。而且即个是提供我一寡个人，还是团体吼，来做一寡非盈利的使用啦吼。所以讲伊是免钱。啊，目前咱即卖用的即个是有值钱，所以讲伊的功能啊、空间啊拢有较大吼。啊，咱在顶头用咧看了足多。平民政府顶头的一寡讯息，吼、哦，目前啊，即、這个网站的管理是一个邓小姐的管理，可能大家会拢知影，咱有一个足热心的蝶衣吼，蝶衣的管理，吼、哦，啊内底咱也有一寡物件吼，拢会在顶头做广告，吼、哦，啊即、這個、可能就是讲，那是有可能啦吼，咱应该设成首页，可以把它设为首页，也不来加的，设为首页吼。啊，后边咱开机的时阵吼，我加个设为首页，咱进入网络的时阵，也能直接来讲，吼，啊，有一寡讯息也能很容易掌握得到。啊，目前咱顶头吼，嘛有足多影片的哦，吼。
啊嘛有一寡迄、那个资料的吼，像这是也比进前在 AID 有办一个美国吼在台湾的这个会展啊吼，有一做一个特展，像这种就也比人家看。I'm at the Taipei Central Library in Taipei. It's December 16th, 2010.啊，咱平民政府这个网站哦，这个网址哦，讲起来是无假好记啦，因为足长的吼，足长的，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 点吼 ，NING 啊点 com， 其实我甲碰着一次。啊，可能因为啊，捌去过人可能知影吼，啊，若毋捌去，可能。You can see those.搜寻找到的吼，会唔难一个会足多吼，啊，但是嘛是会教你，哦，啊，若是用这个来讲吼，是直接，咱会直接网址，哦，咱会网址。啊，那直接拍，要找这个网址吼，那有困难的时阵吼，咱会去网搜寻，去讲来任何一个网站，这个当中的搜寻，拍。咱即马到李博士来介绍咱这个网站。喂，咱台湾民政府的网站吼，你甲看，这个是首页啊。首页呢，这个你看它豆饼吼，豆饼第一支旗啊，迄个就是 USMG 啊，这支旗啊就是当年1945年九月初一、初二的时阵吼，美国人。派两只巡洋舰啊，来伫这个基隆啊登陆。诶，这两只巡洋舰哦，迄当阵伫迄个高雄啊吼，有一个战俘营，就是迄个俘虏营吼。拢总迄当阵是听讲，迄个俘虏营内底有3000几名的这个啊，做伫东南亚作战的英国人啦吼，啊美国人，即个外国人吼，啊送来伫台湾的俘虏营。所以拢总有1200个这个俘虏吼。伫九月初一到九月初二吼，伫即个九份啊，去互伊送去迄个啊做战俘营，甲送去菲律宾。啊，就是当阵美军入来时，行的就即支旗。即支旗当时
伫即个现主持的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内底有一支旗啊，啊，这是迄个 USMG 吼，美国的军事舰艇，美国军事政府的迄个代表的旗帜。即、這个下骹即支吼，下骹即支就是伫即个九月七八，咱去迄个美国的华盛顿 DC 办迄个啊做酒会的时阵吼。美国的国防部和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吼，啊，叫咱做一支旗啊，这支呢，你甲看，这支旗啊，迄个中，迄个 logo 吼，就是这个啊，做美国代表美国的美国军队啦，美国军队。你看这个美国的军队，这个 logo 真像什么人？你有注意无？像中华民国什么款？有无？有像无？不是像啦，这支是中华民国人头用，用什么啊？迄、那个啊，做一支救国团呐。救国团吼，伊是仿伊即个美军的迄个旗啊，所仿出来。其实人是安尼才对啦，吼、哦，是一支啦。啊，即摆过来吼，过来，搁较好较下骹一个。啊，过来，你来看吼，即摆这两张相片你看吼，这两张相片是咱遮。这两张是原版，就是九月七八去办酒会时吼，美国政府啊，摕这两张相片，拢无讲任何话哦，一句话拢无讲哦，用这两张的这个相片吼，交予陈总哦，咱的主席，拢无甲讲话哦，伊甲咱讲吼，啊，这两张你甲摕哦，迄个秘书长哦，啊，伊就知影什么。我嘛是，我看到这两张，我就知影美国人在甲咱讲啥，恁看有无？这个是什么意思？右边那张是那个美国的皇宫，皇宫日本的啊，反正日本的皇宫吼，诶，那个叫做什么桥？二重桥，哎，真有名哈。哎，是啊，正边是奥巴马和那个英国吼，爱去宣誓就职，这就是美国总统。这是代表什么嘛？代表的地位啦。台湾的地位，美国人咧甲你暗示，伊无伊嘴话咧讲啊，其实就是啥，日属美战，日属美战。咱台湾在要讲几波，什么派什么，讲几波，就是这两字啊，日属美战。所以这是美国政府吼，啊，所以咱的这个五诶六个州的州长的办公室后摆吼，后摆拢是用这两张相片。这个我会当甲各位讲吼。奥巴马拄啊当选总统以后，召集七个单位开会。这个七个单位开会，伊第一句话讲啥？伊讲真无意思呢。我拄啊做总统，都有人甲。这个 radio 你是啥物啊？哦，啊叫伊个台湾同乡会吼，伊是华盛顿 DC 甲叫。叫你问讲啊，这个人你捌无？伊讲我不捌嘞。啊，这个哪会知影？我哪会知影？因为美国总统去问迄个啊做。那个台湾同乡会以后啊，去甲迄、那个咱即阵去参加迄个酒会，有一个王先生吼，啊伊嘛是真资深的迄个台湾人，去甲讲了吼，咱才知影。啊，到尾啊，即、這个美国的即、這个啊做国防部的代表吼，来伫台湾的时候，嘛有讲到即个代志，吼。啊，尤其是到位前面咧办即个酒会，你看吼，咱即个酒会拢总有180个人参加啦，其中台湾人是差不多有。吃饱的吼，啊，美国人嘛是吃饱的，啊来参加。咱拢人拢伫台湾啊，啊那遐尔啊侪，包括六大美国的政治家族拢有来参加，就这些无共款的，像迄个意义吼，大家都做参考，大家做做。这个伫咱这个网站的图片，即个这个部分吼，拢是放迄个美国的军事的代志啦。吼，这军事你好，军事的。上最新的美国国防部的相片拢伫咱遮，伫美国国防部有授权民政府会当将因迄个国防部的遐影片吼，拢直接，你看伊包括伊最近的迄个演习吼，美国甲韩国的演习，美国甲日本的演习，美国甲东南亚的演习，迄个相片拢公布了吼，拢马上互咱，啊咱甲伊同步。伫即个岛屿的所在，你都拢看到迄个联合军事演习，你都看迄个日期拢真新吼。这是现主席咱的迄个民政府的网站嘛吼。啊，过来看中的部分。
中哈，中咱就是讲啊，最近上届新的进步吼，啊，你大家你是讲，咱这个三月十二，咱拄啊新闻一直讲吼，这个日本发生大地震吼，两点钟过以后，咱马上发布这个新闻，就是讲咱甲这个日本的老百姓吼，表示咱的同情甲咱的慰问。啊，这个李长吼，我有接到差不多二十几通的迄个简讯哈。是由美国的诶，这个日本的政府吼，诶机关吼，啊，甲咱回，就是讲表示讲感谢咱啊，民政府啊，对因的迄个关心。啊，即个文章吼，若有上新的文章，请拢伫即个所在拢有吼，伫中个所在。啊，即个上届新的电话吼，即个啊，即张相片吼，你看卖吼，即张相片是啥 ？AIT， 就是伫大陆 AIT 的迄个相片，因为吼。大家都唔知影讲，这张相片几多是袂知影。其实 AIT 拢总是三层楼尔尔，拢总两万平。你来看伊的基地吼，他讲伊这个基地吼，拢砍掉，是安怎砍掉？伊那块，伊拢现主是还袂公开以前啊，伊不爱让人知影讲伊这个形是啥物。当时 AIT 的迄个施工的人员啊，拢美国人，所以你伫迄个。迄、那个荷兰住伫迄个附近尔，伫即个 AIT 吼，迄个中乡吼，嘉平中乡看过，毋是即个上悬的所在啦，有人叫是讲迄上悬，毋是啦，即是因为因内底的人吼，家己去迄、那个即摆去新店中的大楼去翕相，啊了后即张，交予咱，因为呢，每一摆甲你讲的时阵，有人拢甲咱吐槽讲，啊你那乌白讲啦啥吼，啊所以干脆美国人伊家己创来予咱，包括即个奥林。十个，美国的国防部直接为美国哦派人来台湾，来给咱支持，啊，咱民政府上派两个人去这里啊做侵权工哦，去看，啊，去甲参观哦，啊，这情况哦，大家知影，这个七三层楼的地下室哦，会当造舰枪。这个所在就变作东南亚的军事的指挥中心。伊800名诶海军陆战队诶主管已经入来伫台湾，现主持已经入来伫台湾。伫对伫深山家，所以明仔诶后日吼，咱民政府两个人要甲看。所以各位，咱即摆伫受训，啊，你毋通想讲咱即个受训无啥呢？咱即个受训就表示讲咱所有诶人，咱诶思想比其他台湾人啊，搁较进一步。所以。大家唔免感觉讲哦，妄自菲薄啦。我奈我多做嘛，你有法多做嘛？遐中国人头脑遐尔啊歹，就会当做官。咱遮台湾人遮尔巧，佫较有法度。所以你唔免烦恼吼，你都讲个真清楚嘛。就是有迄个疼心吼，啊卖贪污吼，会做真好个官。啊，来过来，我较下骹做。这个是伊的迄个完成的，要完成的迄个图啦，吼，完成啦。啊，预计吼，讲五月要完工啦，五月份啦。啊，七月、八月的时阵吼，海空陆战队要入来。啊，这两只摆吼，台湾规个局势拢无同款的呀，啊，啊，过来。这个是吼，2011年的，这个、特展是啥呢？美国有人你甲美国人吐槽啊，阿嘛甲咱吐槽讲哦，我没有看到美国的军事迄个军人伫台湾啊，所以美国的这个 AIT 吼，由美国的国防部甲国务院来下令讲吼，啊你爱去办酒会，哎办这个展览啊，伊就是办这个展览，就是要甲咱讲，从以前到今日为止，美国无离开台湾啊，美军怎么也无离开啦，所以迄、那个八八水灾的时阵吼。美国派直升机来，你不知有一个查某的吼，穿美国的迄个军服的背章，佮用这个手比迄个背章互咱看，迄、那个镜头你唔知影个个，迄就你甲你讲啥，我在这里啊，我美军伫遮啦，啊伊入来台湾，爱批准内面，免，所以伊嘛讲啊真清楚，迄、那个报纸自由时报嘛写啊清楚，我们美军到你们这里啊，不必。过你们的政府批准 ，CDC 就是迄个疾病管制局，伫 SARS 的时阵啊，直接派飞机啊降落香山机场，直接哦，
你当初的相差只要咱的薄内线，来所谓的薄内线，就是伊直接降落，所谓迄防护面罩啊，拢是美国 CDC 直接摕来。当时迄当阵，你个涂行者，啊，迄邱书记叫伊免职，你记得无？啥物人下令免职嘞？是美国个下令免职嘞，不是阿扁嘞。即个代志我落去问阿扁啊。阿去问迄个涂显哲，伊讲我嘛莫名其妙，迄个检测，迄个卫生署署长无做啊，啊，这是有这个经验，互大家拢知影。过来即马开始是，就是拢差不多是文章啊啦哈。咱上新的2011年哈，这个也做间接块看角度看咧228，因为228的这个团体啊，经过这个啊做中华民国哦，我老早来预测啊，无结论啊。你伫个体制内底，你去甲做，变啊做会到，因为观点就无同款。中华民国伊是用占领的观点，啊，你敢反叛，所以我甲你弥平，我甲你镇压，这是合乎国际法。所以你着爱做爱做啥？爱做美国啦。啊，爱去源头，啥物人你爱去做迄个人真。过来就是遮吼，遮迄个马英九迄国情的问题啦吼，啊，这个，啊，遮拢是文章啦吼，啊，这个咱上新的迄个哦，有17个回应吼，咱人虽然是遮吼，但是咱的网站吼冇打出来吼，啊，咱上新的文章啦吼，啊，这是恁若咧看拢看下，啊，若了后佫看上下面，下面开始吼，就有一寡文章，我大家。上正面吼，好来，迄、那个第一图吼，就是迄个图，就是未来啦吼。啊，陈老师嘛真客气啦吼，伊讲未来台湾的国会啦，当然这以后爱阁经过公投啦，第四分钟发了后才来公投。啊，过来下骹这个是平民政府机啊，咱就是你要求咱所有学员吼，会当上少爱有两支机啊，提上。一定爱甲猜出来，爱互其他个台湾人知影，吼、哦。其他人互伊知影，讲这两支，你我甲你保证，你这两支若甲猜出来哦，一定叫人来问讲，哎，啥物意思？啊，你着知影讲，变哪个解释？一支是叫做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的旗啊，佮另外一支是台湾民政府的旗啊。所以他拄啊，曹先生伊嘛讲，伊讲台湾平民政府无对啊，咱拄啊开始叫做台湾平民政府没有错，但是因为要配合美国的军事政府，伊入来台湾的时阵，伊要称呼做美国军政府军啊，啊所以希望讲咱话做台湾民政府，即就甲琉球同款，琉球迄当阵嘛是叫做美国军政府，啊叫做琉球民政府，同一模一样的迄个意思。再来就是这个，迄、那个也做下骹迄个标志吼，甲这两个标志吼，这是当时美军伫台湾的时阵吼，你甲看伊的英语字就知影吼，美军伫台湾的时阵吼，伊迄张叫做迄、那个海美军顾问团有啊，迄当阵其实伊就是利用讲英语翻译做汉文的时阵吼，国民党甲咱骗。哦，甲咱食，其实迄就是讲美国军事政府讲，我是军事政府，我伫你个台湾，但是甲你讲种顾问团，哦，互咱毋知影讲，伊爱民主啊，伊讲我都无人无皇冠啊，吼、哦。啊，这个是新台湾论，这本我希望讲你以前个册无看，较不要紧，但是你这本一定爱看。这本吼、哦，含日本个迄土地问题范例啊。我相信你这本书，你若讲看两摆哦，你不一定还无看完。你上少来看三摆，这无你看三摆，人要甲你讲啥，你才有法度甲人讲。同时呢，你才有法度甲人反驳，讲人你讲唔对，所以你才有法度甲回答。哎，汉语之声吼，这每礼拜六，每礼拜六的7点到9点，咱有现场实况转播。我每礼拜拢伫迄个汉语之声顶边吼，宣布一寡迄个上新的迄个现主持
的迄个状态到底是啥物物件。我伫即个每礼拜拜六七点半到点，啊，普通是拜一到拜五吼，有一个重播啦，吼，有一个重播。啊，过来就是即个台湾论吼，台湾论即个是日本吼，伊当阵伊有画替代李登辉有一个画一个叫做啥物，叫做刚刚是介绍台湾吼，迄个叫做小林若济吼，伊是迄是伊的一个善举对。伊个学生囡仔画啦，即人叫做哈达克，哦，哈达克呢，啊，即个查某吼，哦，伊画啦，啊，即嘛是伫咱个迄个啊，做咱即摆迄本册《新台湾论》个内底个后壁有40页，哦，即本册伫日本已经出版，当时吼，日本人造成很大的震撼，哦，原来日本到今日为止，还佫有台湾个。朱桓义夫，日本人，他即摆才知啊，因为麦克阿瑟吼，麦克阿瑟从日本吼教育家吼，也是同款乖，啊，拢袂记哩家己啊，啊，但是最近因为咱写即个物件个，包括美国嘛同款嘞，美国国会吼，即摆有20个人所组成，伊即个啊做台湾小组吼，拢伫研究台湾的地位，来过来。即摆就是吼，上届新的文章拢伫即个所在，所以你若讲有两三工你无上班，啊你若伫遮跌落去吼，你就会当看到迄个上届新的文章伫迄个所在。敢若是迄款，无我看还无遐少年。好来，啊即摆遮吼，这是叫做。有咱有几个网友吼，啊，组织一寡，家己组织一寡团体吼。哦，你是那个洪小姐，洪小姐，我袂记哩，甲大家介绍，伊是咱个迄个参议院个副议长，代表中区个吼。防护手，啊，咱拢通过这边去发表一些看法，有。
咱会去搭入去看，搭一寡物件去看。啊，甚至咱嘛有在说，有那个蓝营的人吼，对，咱绿营的人较支持民进党，也卖乱啦。啊，咱就直接甲伊对话。啊，有的是真正是哪去，哪咱后面边啊讲，恐怖力啦，好讲恐怖力，恐怖力吼，我记得有一个吼，有一个 GUBA 吼，吼。然后那台海餐呐、啊，后来那个我们那个副主席啊，蔡明华有一边伊在甲写讲，啊你头到尾拢唔捌看到你听，无听到你咧讲一句较建设性的话，啊，敢那像韩微博，啊韩微博啊无你嘛看，但要安怎做，无你嘛甲阮讲，看你要安怎做，做给阮看嘛呀。我是感觉咱可以透过这个去甲咱的民政府的一寡物件，也是咱的一寡，咱对台湾的国际地位的这个论述的一寡看法吼，啊，放伫遮互人看吼，这嘛是真好的。透过这个把它给教育哈，哦，咱先太，咱先负责太平方圆嘛，嘛有滴即个地啦，伊嘛有三步，然后来去，我咱尽量去来地发表一些看法。哦，这个是靠近站的，一点点。阿哥，阿兰哥，一个是一个，这个是。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好，终结者啊，终结 ROC， 好，终结中华民国，终结 ROC 也可以的。好，现在电脑有点断线，要可以保密。这终结 ROC 啊，哈，这种很难。啊，你呐都可以，这个都这两个东西开放的，开放的就。啊，有一个是咱家己本，咱家己本身就是密，就是封闭的吼，咱无对话，嘿，咱干那成员啊，内底要互相，比如说，嘿，爱有秘密账，啊嘛，他讲我有邀请，我知影你有脸书，那我就邀请你进来，啊，你就直接就是里面，你就可以进去，好、哦，这是成员内底咱家己有啥物信息可以讲的，啊，迄个叫做台support of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哈、哦，那个这个是叫的秘，就是咱内部，这我对外公开的，哈、哦。啊，这咱呐，哦，咱呐有连署的人，哈、哦，你拢会当去看。啊，这个我公开，哦，你会当刚刚开始。别那讲，啊，无你就我用外名好啦，因为他们有些人啊，其实咱内底，咱因无用伊的本名啦，但是我个知影杨富平啦，吼，胡家修啦，吼，啊，台北那个陈志豪，吼，啊，个迄个刘耀章，吼，都是这里面啊，都还有那个大量生，吼嘛是，啊，拢已经进来底，我们都会发表一些意见啊。啊，你若要入去被开放的这个吼，这个什么的哦，开放是这个，这个吼你会当，那你就搜寻我好了，搜寻外面，啊，你就邀请我做你的朋友，好，我再改，哦，答复啊，然后我再请你进去，这样子就可以，好，安尼。啊，外面我的迄个是外貌。修安，他的名字之类吼，黄明远啦吼，你的下外面，啊，你的搞我邀请，哎，邀请我做你的朋友，啊，我就给你当啊，然后我就邀请你的，那这个我对外公开这个，啊，其他的那两个哦，其他那两个都是终结 ROC 跟那个超限战，哦，这两个是开吼。你当去听，啊，你去发表你的看法，哦，啊，是讲咱互相了解，有人讲的，甲说可以这个加强补充的，这个都是 OK 的，吼、哦。好，安尼这是咱介绍咱的意见表的这个演出。好，咱今麦吼，咱今麦看，像我今麦入来迄个咱洪小姐网站，吼、哦，因为我已经进前就已经有把家里做朋友。所以讲入来时阵吼，直接就能看到内底物件。啊，若毋是来讲吼，就画面就无款。我即摆学一个，我即摆来找一个人吼，现在找一个，毋是我的朋友吼，
啊，咱入去就用去看到无同款的所在。所以讲，像咱若要申请的吼，其实即马看哪一位要自告奋勇哦，都要申请一下，啊，用个直接的，有这个状况出来吼，啊，我想每一个人若是毋捌申请过，拢会拄着，啊，咱就用看安怎去使用，咱即马试看卖者，啊，即马先甲登出吼。但是讲你阿无唱着吼，咱入来这个网站的时候，你看到着这个画面，好，啊，咱就一个带来这个注册，一个免费注册了吼。没有，因为没有信息。哎，你再有一，你按这支证，也第二支证。现在没有信息。哎，没有的话，没晒，哎，没晒，你爱给你认证。因为无账号，你无账号嘛，好无见。哎，好。对啦，对。你起码阿公有 email， 有 email 吼。哎，未使，哎，你也先不清楚。Thank you.